头轻松跳舞，搭配充满力量的声线 ，BTS 成员 J-Hope 与饶舌歌手 J. Cole 合作推出新歌。在地铁站 J-Hope 独秀一段，看见欧巴精湛舞蹈实力，才上架网络平台，短短不到一天就破百万粉丝观看。另外 ，BTS 志明近期将推出个人新专辑，他先在 IG 分享一段幕后花絮。BTS 成员纷纷推出 solo 作品或是入伍，短期间内看不见七人合体，就怕会影响到 K-pop 人气砍半。BTS 公司 HYBE 大量收购 Super Junior 和少女时代公司 SN 娱乐，想要强强联手，打造更强大的韩国娱乐产业。굉장히잘못된정보들이시장에많이돌고있는데예를들면대표적으로음반시장에서굉장한과점이일어날거다라는얘기들을많이하고있는데그다음에하이브라는회사는원래예술가들의자율성을건드리지않고경영적인프로세스에있어서만좋은회사가되도록도와주는회사라는건이미잘알려진사실이라서HYBE 创办人房时赫接受美国 CNN 专访，谈到收购原因，引发两派论战。有些粉丝认为这是让喜爱的偶像在国际舞台更加耀眼，但也有人认为这是独裁者的行为。究竟两家公司的走向如何，外界都在看。华视新闻林丽婷、王世凯台北报道。我是吴一璇，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按赞，开启小铃铛，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